个牛仔裤呢，我觉得也很舒服，然后它的腰头一样是做调整扣，是外部调整扣的这边。嗯，然后我现在穿的是 M 号，然后我现在肚子比较大了，所以我就它的扣子我是扣在最外面，就是依照你的喜好、你的舒适度，对，去调整你的裤围，这样。然后它有，你看它这边有两个扣子，对吧？两个扣子，它其实就是因为如果你肚子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就穿的话，它这个松紧的这个绳调整的调整其实会后面会比较长，你就可以再把它折一下扣，就是这样子反折扣着。它就不会有一条带子就是垂在外面，也不好看。对，就可以直接做调整，而且在外部的话那个扣子又不会压到你的肚子， 对不对？就会又更舒服。没错。好，然后这件裤子的弹性我觉得还也蛮好的，不过这件裤子呢我觉得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。嗯，就是它不会说冬天可能就太有点薄啊，太冷，然后夏天就太热，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它是一年都可以穿的，然后它还有弹性，它还是有弹性的部分的，所以它是软的，你看我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可以抬腿的。对，那你穿什么尺寸呢？大家一定都会想问。我穿 M 号，对。我看 Baby 现在肚围已经35周了，其实穿 M 号都还是 OK 的哦。对，你看他的肚围已经35周，穿 M 号都 OK 哈。对，然后它也是分到5个尺寸，它有 S、M、L、XL 跟 XXL 的部分。嗯。